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可以放松下来？为什么现在的我有一种解脱出来的感觉？啊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小眼神，小眼神，往那边看。为什么我也享受这样的感觉？不，我的身份是欧克瑟。这个人不但帅，有灵魂。 很有 feel， 你要我说，我就告诉你，这期的 fashion 封面不是你，下一期的也不可能是你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去找你。我在机场，马上就要登机了。你上飞机？你骗我！你说在哪里？不和你说了，哼！上飞机？哼！你这种人。 就应该下地狱！呀，妮娜，李总，没人呐。 李总，我的李总，我说您呢？哎呀，妮娜，这怎么变样子了呀？我是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是应该这样呢，还是这样呢？啊，妮娜，我记得你以前是好像……李总。 我这不是开窍了吗？不然怎么能这么有幸的碰到李总您呢？<笑><笑>您总是爱开玩笑是吗？<笑>李总，您倒是别一直笑啊！<笑>以后啊，还是需要李总您呢多多提拔我呀。啊，这一定啊。
这是一定的。说好了。说好了。嗯。说好啦。好。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吃错药了吗？这女人变化真大。李子，再去找个人来改造改造。没想到这女人前科不少啊，欺诈恐吓，还进过感化院。看来比克三有人选了。李总，李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瞧你，一个大男人，干嘛怕成这样啊？莫非你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啊？亏心事儿？你做的应该比我多吧？切，妮娜，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亏心事。但是最近我倒是真的有心事。心事？你说可不就是这个人吗？怎么长得挺漂亮的呀？你怎么也这么欺负我呢？你知不知道他就是那个讨厌的小雅？你知不知道他抢我男朋友，这么背着我，他们一起吃饭看电影，他们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，就这样。所以你想？所以我想。哎呀呀呀，你心也挺狠的呀。哼，那是因为你那我做事不啰嗦。李总，您该不会觉得妮娜太残忍了吧？不，不残忍，一点都不。我们可以为你的对手一起残忍一下。真的？我不但可以帮你干掉那个米呀、汤啊、汤啊米呀的，我还可以让你全身而退。真的是太好了，李总，我绝对听您的。妮娜，我从来不啰嗦。本月清洁比赛成绩呢，已经揭晓了。最佳一尘不染奖是负责前厅的玲玲，耶！有条不紊奖呢，是负责仓库的廖小英，耶！窗明几净奖是负责厨房的端木燕，耶！亮洁如新奖是胡江，整洁有序奖是熊志平。哎，妈，那我们不是都得奖了吗？没错，我呢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不论是前厅还是厨房，大到排烟囱，小到一根筷子，清洁度通通的达标。还有呢，我们快乐屋不仅是全市最好吃的，也是最干净的，最卫生的。耶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哦，你看，最棒，真的很干净啊。今天早晨我发现了这个东西，来，大家看一下。什么呀？这是。哎，妈，这里头有只苍蝇哎。不过依我看来，这苍蝇不是我们店里的，而且店里的冰块都是外送进来的，一定是制冰公司的疏忽，这只苍蝇才会随冰块进来的。就算是供应商的错误，但是只要发生在我们店里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快乐屋的责任。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对。来，你们快看看，怎么会有这封信啊？100万，啊，一
100万，否则将在快乐屋投毒。不要不信，快乐屋快不快乐就看你了。石警官，你看这怎么办啊？没事啊，我看像这样的信件啊，95%全是恶作剧。这袜子，这信呢，我先带回去调查一下，回头我会给你个答复。石警官，我可真没有100万，有的话我也不用来找您了。你这要把100万给他啊？你给了他，他还管你要别的？反正我是不会跟那个老头子借钱的。好了嘛，石警官说过会帮你的。对，只要有我端木燕在，他想进店投毒没那么简单。还有我石磊呢，啊？送我一个。我跟你说，秦姐，我小咪从警校毕业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指着打击犯罪活了。我一天不打击犯罪，我就浑身难受。我见着那些投毒的，我坚决。谢谢，那麻烦你们了。恐吓信和见面地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接下来的就看你的了。行，妮娜从来不啰嗦。喂，托尼啊。您好，请问你们需要点些什么呢？我来点。今天我请客。色拉，再要一个芥末章鱼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请问你们还需要点些什么饮料呢？喝的，我要一杯柠檬汁。好了，好。Tony， 你呢？这个。啊，好。啊，请稍等，谢谢。妮娜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发短信跟我说你不计较 fashion 封面的事，又不想再做模特了。你说你要重新考虑人生目标，还要介绍一个化妆品的客户给我。那客户呢？化妆品客户人在哪里呀？哎呦，托尼，要是我不这么讲，你会来吗？妮娜，你说谎都当饭吃了。介绍客户这个事呢，是我骗你，但是我确实决定放弃模特工作了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好酸呢。那需要给您换一杯吗？不用不用了，我喝他的就行了。好。谢谢。好。哎，小姐，你有兴趣做模特吗？我会把你拍得很漂亮的。不不不不，你看你多上相呀，如果这样拍更好呀。你们这个叫什么饮料啊？哦，这是你们点的西柚汁。哦，好好喝哦。太好喝了。亲爱的，给你。你不要生气了嘛，吃饭啊。现在初步诊断，还真是被下毒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所幸的是，受害人 Tommy 从这鬼门关走了一圈啊，又回来了，就是昏迷到现在。我说吧，真的会有人下毒的。我说过，
破财免灾吗？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现在这个情况，受害人吃的这个所有食物，警方全都拿去化验了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只要一等结果出来，我就把你们再叫过来，再帮忙调查。我们进去看看他们吧。哎，进去吧，小点声啊。干杯！干杯！李总，你当时没看到托尼那个表情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就用两只手抓住那个脖子。啊啊啊啊啊！那个画面真是太精彩了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，不说话呀？莫非你想约我看电影？妮娜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绝不能侮辱我的品味。李总，你干嘛呀你？今天呢，也算对你一个测试，让我更了解你了。测试？那妮娜有没有让李总失望呢？Perfect， 100分。那有没有什么奖品啊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个，你想不想让自己变得更狠、更厉害、更让人害怕？只要别人一听到我妮娜的名字，之后就会吓得两腿发软。只有我可以欺负别人，而别人不能欺负到我。想，当然想了。这都是李总您的智慧结晶啊。必须的。哎，我再也不是从前的妮娜了，任何人我都不怕了。不，妮娜，有一个人还是要小心的，他处处跟我们为难，破坏了好几次我们的计划。我说了，任何人，他是谁？就是那个煮拉面的。别说了，交给我。快跑啊！我跟着邪恶，十万倍丑陋。教之库雷符，回报诀窍的力量。合体。但我要找的就是你们这些丑八怪。要丑呀！你滚！
看你这家伙真可爱呀、亲，我来追你啦！宝，可死了，宝！快！绝窍拳！老娘真该抽你了！滚！绝窍刃！呀！警局自首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七绝招防御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报社加班呢，赶稿子呀。那要多注意休息哦。哦，对了，上次给你拍的照片洗好了，有空我给你送过去啊。那你觉得哪一张最帅啊？就是你张着嘴打哈欠的那张啊。啊，那张最丑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觉得那张很自然很可爱耶。好，那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。好啊，那我就用它来辟邪了。那你想要贴哪里啊？厕所。厕所。我先忙了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李子，你来了，你要不要喝点饮料啊？大少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让我有点难以接受。哎，我马董还是说了，咱们还是尽快找回库雷福。哎、我难得请你喝东西。哦，不说，今天什么都不说。他是喝了那杯稀有汁中毒的，当着我的面喝了那杯稀有汁。大少爷他，最近跟一个女记者接触。啊，这记者真好啊！哎，你看那，什么？又是100万？那个狗的主人是什么？英国的阿拉伯王子啊？他那个狗啊，特别特别贵，要狮子准备出发，500万。我打起嘴唇舔狗。